做什么？到底投资什么？你也不太清楚。我投资他红酒，红酒，对，趋势科技，投资红酒啊，人家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也不清楚啊。其实一堆啊，红酒投资，其实你 Google 我就在投资红酒在一堆啊，只是换汤不换药，就换个名称，换个方式啊，都是一样的东西。